只要一个讲就可以到了。嗯，永远记得我，永远记得，永远记得我。他在讲他以前的女朋友，看起来是病得不轻啊。不过我不是专业医师，很难分辨是真是假。杜姐，王姐，王姐，蔡思然这小子情形怎么样？待会进去，再侦讯一次。是。亚婷，我进去，顺便招呼手医生。开门。请问，请问，这个泡坏了，在我的眼睛好不舒服，快下了。我早就看你不舒服了，这么不配合、啊。改造灯泡坏了，看起来没风了、啊。他杀了你，赶快叫他认罪，这样啊，也帮帮你，也帮帮我们警方。蔡司，民国101年10月19号下午5点，你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长官，你们之前已经问过很多次了，我不是也在口供上面签名了吗？你们烦不烦啊？你给我少废话啊！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就给我再回答一次。那天就坐高铁到屏东。坐回基隆，高铁有屏东到基隆吗？啊！当然有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这玩意到澎湖哎！状况时好时坏，这叫高明。耀廷，你帮我通知杨昭文还有黄家斌来一趟。是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理清凶手是谁。什么办法？粗心大意啊！没事吧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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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呦，几点了还是巧？人都已经死了，怎么还会有声音？
什么？事情大，你找我干嘛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等一下到，等一下到。哦，烦死了。手上的伤一条一条的，怎么来的？哦，我陪徐妈妈来这里照顾你的时候被草割伤的。如果蔡胜安跟洪家斌的手上有类似的伤的话，那他们也是凶险的可能性就很高了。小姐，麻烦你带杨昭远走一下。你把手背抬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干嘛？两只手背都抬起来，再抬高一点。谢谢，手可以放下。黄先生，麻烦你把两只手背的袖子都卷起来，让我看一下。麻烦死了。哦，看啊。谢谢，手可以放下。没做亏心事，看到这人形你怕什么啊？你神经病啊！世人看到这都会怕，好不好？
放手啦，你干嘛？杜姐，是一只放生器而已。好。哎，警察官，可不要再往下面走了。心虚啊？没有，不是。没有心虚的话，就继续走。警察官。剪短头发就不认得你，化成灰我都不会忘记你。冤错人，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你要怎么还我？你要怎么还我？你要什么东西？你要剪刀砍刀啊！陈昭文，昨天晚上7点到9点，人在哪里？武馆。什么样的武馆？跆拳道。谢谢。走。这家伙袭击王姐，反被王姐制服了。走。好了，让他们回去吧。是。走。没想到带他们回命案现场，他们一点都不会害怕。不过有点发现啊，倒是有帮助。事情到底养狗？抱歉，是这样子，耀廷看到王简这么有爱心在喂那只狗，所以他就把它带回来养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也蛮喜欢狗的啦。看不出来你这么忙，还有时间养狗啊？没有啦，王简，我跟你讲，我还帮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元宝。杨昭文、蔡盛安还有洪家斌这三个人都是惯用左手。我们会不会忘了搜查蔡盛安还有洪家斌的什么部分啊？例如交通工具之类的。杜姐，明天我们再去看看。那个杨昭文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他还陪着徐妈妈回到命案现场。如果他真的有问题，他应该不敢回到案发的地点。我倒是觉得他蛮有问题的。杜姐，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的手啊，有被草割伤的痕迹。
在这里，小珍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不要走，小珍，不要走！先你不要按太紧，要不然你要切换出来，然后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换过去的时候，换过去的时候，对对对对。常常来这边喂它、啊。对啊，房东太太不让我养宠物，不然好想带回去养。呜、哦！你们家那个楼下的邻居都已经嫌你们吵了，如果你再把它带回去的话，那个邻居岂不是要发疯？哎，对啊，而且他昨天晚上又上来骂我。真的假的？他如果下次再去找你的话，你就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哎，没关系啦，就希望他不要再上来就好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哼！哇，一大
早拿着扫把要扫楼梯啊？扫什么楼梯啊？楼上面铃铃铃铃铃的，阴魂不散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啊，不然听到做法事的声音，心里会害怕。要不要跟我上去看一下？看就看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这样神经兮兮的，检察官很难不怀疑你。生前要听他吵，死后要听你这些啰嗦，你们有完没完？洪家宾，死者为大，你说这句话不会很过分吗？等一下，你站住！又干嘛？小珍昨天托梦告诉我说，人就是你杀的。神经病啊！托梦都可以当证据。你每天上楼说要恐吓小珍，说要对她不利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好啊，那你有证据你拿出来啊，拿出证据我跟你走啊。好了，不要吵。王家斌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交通工具？有，摩托车。摩托车在哪里？楼下，长官。带我们去看。啊，快点快点，烦死。前年没有杀害我女儿凶手的消息，很抱歉，目前在侦办中。我想请问一下，那边都是小镇的遗物吗？对，那都是平常上课的东西。可不可以方便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线索？如果对案情有帮助的话，好，谢谢。是我的，安静一点啊，又没问你话。走吧。走啊。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？你包包里面不是一些 AV 女优的照片啊，或就是一些制服妹啊？是不是有制服癖啊？啊？警官，这些东西跟我杀人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检察官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这美工刀也不是我的啦。姚警，你查一下那摩托车的锁有没有被破坏？还有，这个美工刀拿回去化验一下。是。小兵，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。检察官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啊？走了，带走。检察官，我没有杀人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问一下，拿那三本书对案情有什么帮助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
没有，我只是关心一下而已。是不是那300株上面有写些什么？抱歉，侦查不公开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在学校有人追求徐小珍吗？我不清楚哎。你这么了解他，怎么可能不关心这种事呢？那个是他的私生活啊，我管不着的。这是杨昭文写给徐小珍的，里面不乏杨昭文对徐小珍的爱慕之意。杨昭文对徐小珍这种爱慕之意，难道徐妈妈不知道吗？我想她只是以为他们是学长学妹的关系吧。还有这个，这里面有徐小珍写的东西。难道男女之间不能只是很单纯的朋友吗？这个徐小珍的同学廖婉蓉，她有说过。知道杨昭文对徐小珍特别关心，那有没有可能杨昭文对徐小珍有学长学妹以外的特殊情感？不可能，学长他对学弟妹都很照顾，那只是因为他跟小珍在同一个社团，所以他们比较有话聊而已，不可能有男女朋友情愫。所以实际情形很有可能跟他的同学说的有点出入。我这个手表哎，这还写着。学长送了一只手表给我，我很喜欢。那天许妈妈来看真武的时候，她没有提到这个手表。手表到底在哪里啊？杨昭文也没提到这个手表。杜姐，王姐，我们在蔡胜恩家中找到一件女孩子的内衣裤。经过比对，文杰哥说其中有一件是徐小珍的。还发现了什么？还有一些吸食过的强力胶。我去问问他。我也去会会洪嘉宾。王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为什么徐小珍死后，你会常听到楼上有高跟鞋？楼上有人死人，然后晚上发出叩叩叩的声音，你住楼下，你不害怕？王先生，麻烦你，这两支铅笔啊，你帮我用美工刀削一下。到底还要我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平常削铅笔都是用美工刀吗？检察官，你明明在我包包里头发现了削铅笔机啊！我平常都是用削铅笔机削的，谁有谁的闲工夫用美工刀削啊？那在你家里找到了美工刀，你在拿来做什么？你真的很啰嗦哎！我当作拆信刀在用。我家在装修，找不到拆信刀，所以我就买一把美工刀来当拆信刀用啊。好，洪先生，我现在要限制居住，你必须要随传随到，签个名就可以走了。走。你真的很啰嗦哎，你这么打扰我生活。检察官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你们两个，大家出去。检察官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我每次跟你讲什么，你都不相信。杜姐，不觉得他说谎吗？他是嫌疑人哎，你怎么可以放他走？其实这样推论起来，他根本就不是杀人的凶手。
那机车坐垫底下的凶器是有心人放进去的。有人啊，就是要交枪给他，嫁祸给他。我现在，我不能宣布他无罪，我要将计就计，才能抓到真正的凶器。捡到的，捡到的，我看你是他家偷的吧？我没有偷东西，这真的是我捡到的，我捡到的啦。我前几天，我走在路上，资料你查了没？查了。我初步排除蔡胜安涉案的可能，而你也说洪家斌没有可能犯案，目前只剩下杨昭文。可是杨昭文最不像会杀徐小珍的人，往往最不像凶手的人，最有可能就是凶手。王队，陆姐。陆姐。这是杨昭文的资料。陆姐，杨昭文是海军陆战队退伍，他跆拳道有三段。我知道他有学跆拳道。我觉得他有问题。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，那徐小珍应该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。Thank you.
手表的确是徐小珍的，我们带回来查，上面有记耳，没错。现场记耳的痕迹啊，离那现场很近，我去现场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车辆或者轮胎等等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杜姐，你为了这个案子哦，刚刚又被局长训了一顿。为什么？局长嫌我们侦办的进度太慢了。找到了嫌疑犯，还没突破他的心法。杜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羁押蔡胜安，还有洪家斌？毕竟一个有凶器，一个有死者的内裤啊。所以，基本上，我是认为一个人在杀死人之后，他应该会马上把凶器给处理掉，他不会那么笨，把这个凶器放在车厢里面等警察来查。杜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洪家斌是被栽赃的？单凭这一点啊，我认为凶嫌他一定和洪家斌有认识，而且他也很清楚洪家斌和死者在生前曾经争吵过，所以单凭这一点啊，我认为蔡胜安他并不符合。王警也是这么认为。元宝，你不要乱跑啊！元宝。徐小珍，我知道你有冤屈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杜姐，我听人家说狗有阴阳眼，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会不会现场有什么东西在我们旁边吧？那为什么最近打气之后很快就没风了？老板气打饱一点哦。好，这可能是啊，有狗在上面尿尿，狗的尿又酸又毒，对轮框啊造成氧化。我建议你啊，把轮框换一下比较保险。轮胎呢，应该还可以再用。好了好了，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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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就连轮胎一起换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帮帮我吧！我第一次担任女主角这个角色，我怕我演得不好。你看，我还特地去买了女主角的高跟鞋，很用心吧？你少来啦！我看你准备已经很久了吧？小珍一死，你马上就去买女主角的鞋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说啊？我是因为话剧社的公演要到了，所以才去买的。跟上六方林，我就是不想听到那个声音。我知道你还是很喜欢小珍，但是她已经过世了，日子还是要过嘛。说不定你生活周遭还有其他女生在等你啊。好了，不想讲这个了。没事的话，再搬回去。走了。
老板还有多久？快点。还好我一大早去找你，不然这双鞋不见了，我要另外花钱去买。那个鞋子你不要再穿了，看着不舒服。是会让你触景伤情吗？看一下，最近啊，是得罪什么人吗？这轮胎啊，被刀子划得乱七八糟的，刀痕很浅，看起来啊，像被美工刀划过一样。是谁这么无聊啊？老板，你没有在收车子啊？这个车我想卖。我是没有在收车啊，但是我可以帮你问我朋友一下。你要换车？等一下，你自己去学校。今天许妈妈要带小珍回去，我想去送她。我也要去送小珍，学长带我去。你不是自己有摩托车吗？我摩托车前几天有问题，拿去修了吗？你有多戴安全帽不是吗？学长，你会不会骑太快了？学长，这女生要慢一点啦，这样很可怕。你这样像回到鬼车哦。好了，下次我就注意啊。喂，干嘛？是不是你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乱说话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你下的手？你在干什么？是干嘛啦？凶器了吗？对啊，凶器都已经找到了，为什么不赶快把他抓起来？好了，你们冷静一点。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徐小珍这个案子告个段落。已经找到凶手了吗？我走了，而且你跟我回去一趟。我？怎么了吗？协助调查。廖婉如。你要跟我回去一趟。我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检察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邱女士，麻烦你到事情大等我们，详细情形我们会给你报告。陈昭文，那一台摩托车是不是你的？是我的。可是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回警局啊？但你又怎样？Thank you.
家人，好像是用事业。喂，在找你，跑去哪里？当然散步啊。你可不可以叫安静一点啊？我这个警戒教科书好不容易当上代理队长，你不要害我被局长骂啊！拜托，我刚一路来都不会叫，怎么看到你就一直在叫啊？怎样？你是后面跟着什么？不要乱讲话了，你。杜姐叫你收证的东西嘞？在哪里啊？怎么了？杜姐要升堂了。有证据啊？凶手是谁啊？我还不是很确定啊。不过你东西赶快拿，马上过去，我要先去忙。好了，他会不会咬人啊？不会啊，快去啊，抓好哎。好了，抓住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元宝，那边不能过去啊，这是侦讯室。走，进来拿东西。叫廖婉柔等一下。是。两位检察官，刚才两个人这么有嫌疑，你们却放他走，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办案的。看你们这样黑白不分，难怪有那么多的冤案，就是有你们这种恐龙检察官。邱女士。邱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待会还要侦讯，你在场不方便，请在外面等。郭警员。请求女士出去。徐妈，几点到达跆拳道馆的？七点多。多多少？多。我来帮你回答，是八点。我们估计从案发现场到达你的跆拳道馆大概15分钟。这个手表上停的时间是7:15，这就是你当时正在性侵徐小珍的时间。我没有伤害她了，我没有伤害她了。那你回答我，你到案发现场做什么？做研究报告。
是有关于野草生长过程的记录。我有跟你教授聊过，关于你的报告，关于你的尸体的报告，荒郊以外哪有什么尸体？天后，诚实是你唯一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。在现场遗留下来的摩托车车痕比对，跟你的摩托车是一模一样的。你敢说你没有到案发现场？还有。你犯案用的美工刀为什么会在洪家斌的机车车厢内？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杀人就跟你有关吗？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。你看清楚，这是不是你的笔迹？你明明在追求徐小珍，我问你，徐小珍跟谁走得比较近的时候，你竟然回答我不知道。你心知肚明，你摆明想要误导警方办案。还有，这个笔记本上画的手表，上面写的是你送的。可是你在市刑大指认证物的时候却只字未提，你想隐瞒什么？可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我杀人啊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了。虽然你不愿意承认你杀人，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有帮凶。关系的，开门。廖婉如，你和徐小珍是很好的同学。也是好朋友。那你为什么帮杨昭文来杀害徐小珍？你不要乱讲话啊！婉如，我没有杀害小珍啊。杨昭文，我没有再问你话。这是你们两个最后一次机会啊，你最好说实话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为什么要杀害徐小珍啊？这一份报告，报告内容是说，你的机车会漏机油，与现场草地上的机油是相符的，而且你的机车有现场场地的杂草，这是个见识报告，不容你狡辩。说实话的话，我就以谋杀的罪名来起诉你们两个。
姚婉柔，案发以后你为什么不向警方说明？我也希望不是学长。 胃口不错哦，吃完了呢，带你去运动哈。 我喜欢他。